有荣光。
想想你做家庭的生意干啥？三娘，当年我发现的时候，我弟从家里两个酒店买下。三娘当年我发现的时候，抢了我当代理厂酒店，我酒店买下。三娘，我的双双身体想回来，这就是家酒店。我希望是一个买下。你那几岁的总长？对，你是有去年的，就是我们小区的公司，去了，把化妆，因为你跟你有差别。
in Flanders Fields 去紀念去悼念佢一位戰死咗嘅朋友。咁所以之後咧就紅色圓形花咧就成為咗去悼念或者希望未來和平同埋係呢個嘅平安啊，希望未來和平嘅象徵啦。咁和平紀念日咧，亦都係標誌住勝利，因為有勝利咧，先至有和平。當然啦，勝利呢條路咧，其實係唔容易嘅，因為要經過可能好多唔同嘅戰役啊，大大小小唔同嘅戰役，先至最後尾咧，先至會勝利。咁一位德國裔美國籍嘅發展心理學家 Eric Erikson， 咁佢曾經提出過咧，人生咧有八個階段，從嬰兒期到老年期。咁每個階段咧都有每個階段相應嘅任務要去完成嘅，例如嬰兒期咧就係要得到信任啦，然後就慢慢係自主啊，跟住係友誼啊、自我評價咁，有好多唔同嘅任務喺每個階段都有嘅。咁而每一個嘅人生階段有一個核心任務要完成，當佢完成咗呢一個嘅階段嘅任務嘅話咧，佢就先至可以幫助或者甚至乎可以去幫助佢完成下一個人生階段嘅任務。相反啦，如果佢呢個嘅人生階段任務做得唔好，咁就可能咧喺下一個嘅人生階段嘅任務嘅時候咧，就會好困難啦，甚至乎咧可能唔能夠完成下一個嘅人生階段任務添。咁 Erikson 就認為，佢話如果前面嗰七個人生階段都能夠順利過渡嘅人咧，就係有幸福嘅生活同埋有貢獻嘅人。當佢回望佢嘅人生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冇遺憾。覺得個人生係好美好、好充實嘅，即係換句話講，佢嘅人生係圓滿係勝利，所以人生都好似打仗咁樣，要經過好多嘅重重障礙咧，先至係可以得到最終嘅勝利圓滿。咁當然啦，要人生要圓滿要勝利，當然要行啱條路先至啱啦。咁幾年前咧，就有親人喺香港嚟。加拿大探我哋啦，咁我哋一行八個人，就兩架揸兩架車，我揸一部，就太太揸一部，咁就去 road trip， 咁就去到要停車啦，咁細路出大路要停 stop sign， 咁我太太就行先，跟住停完就行咗去，咁跟住到我嘅時候咧，咁前面條大路好多車我仲喺度行緊，咁所以等咗好耐先至出到去，出到去之前條大路咧又要停燈位啊，咁到最後尾咧，就連我太太嘅車尾燈都望唔到。咁我一路都冇辦法啦，咁一路佢沿住條路一路行咯，咁希望咧就佢會等我嘅，咁啊當然梗係冇啦，係咪？咁去到一個嘅路口啦，一係就轉左，一係就轉右。咁如果你咧，你會揀轉左定轉右咧？直去唔好直去啊！即係去到嗰度都係轉左又轉右嘅人。咁我最後咧揀咗轉左，因為轉左兩條線，轉右得一條線。咁我諗住咧，就可能即係咪諗緊咧，就即係啲路又闊又大嗰啲，就容易行啲咁，所以行嗰條左邊嘅路。咁當然啦，揀錯路，行咗好耐都見唔到我太太嗰架車，同埋過咗好耐咧，咁我女打電話嚟啦，跟住問喂你喺邊度啊咁樣，咁我知道原來行錯路。咁所以咧，要揀啱條路咧，先至會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咁人生裏邊咧有好多路行嘅，有人可能會過嚟加拿大。我哋移民過嚟加拿大，係想尋找生活。又有人可能係想生活好啲，所以好努力去賺錢。又有人想可能係揾到一個理想嘅伴侶。又有人可能想識多啲人。嗱，好多時候去一個地方去唔到，係咩原因呢？係因為行唔啱條路，行唔啱條路就永遠都去唔到想要去嘅地方。人生要圓滿。詩篇第一篇就俾到我哋嘅方向。我今日咧就會用三點同大家分享。第一就係有福嘅定義，第二就係有福嘅障礙，同埋第三咧就有一個方法幫助我哋。如果我哋能夠照住去做嘅時候，我哋就行喺度啱嘅路上邊，就邁向一個有福嘅人生。先講第一點先啦，有福嘅定義先啦。咁有福咧，原來喺希伯來文嘅聖經咧係第一。是第一句的第一個字，所以有些嘅譯本，譬如新譯本咧，佢嘅翻譯就係話有福的人，跟住點點點，然後點點點其實。咁中文和合本嘅聖經咧，將有福呢個字咧就擺咗喺第二字嘅尾嗰度邊嘅。
咁但係其實咧，其實以有福做開頭咧，其實好有意思嘅，因為詩篇第一篇咧，可以話係整卷150篇詩篇敬重得順嘅引言嚟嘅。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講明有福嘅人係點樣，然後跟住落嚟嘅詩篇咧，其實就係描述緊人遇到唔同嘅遭遇。有人咧就將詩篇分類，就讚美詩有61篇，啊哀歌有67篇，啊呢、这個嘅王室詩同埋智慧詩咧就各有11篇。嗱、啊，如果從讚美詩同埋哀歌嘅分嘅比例嚟睇咧，就似乎好似反映緊人生咧就係、是、好壞參半咁樣。喺67篇嘅哀歌裏邊咧，我哋可以睇到人生經歷咗好多負面嘅事情，有人被出賣啦。有人被陷害啦，有人被恥笑啦，甚至乎有人被追殺添。其實嗱，不過如果正如詩篇第一篇嗰度咁講，有福嘅人要點樣做，然後又跟住去做嘅話，雖然可能經歷到呢種種嘅艱辛或者困難，但去到詩篇第150篇，全篇詩篇都係向神嘅讚美，因為喺呢個人生嘅困難低谷嘅裏邊，其實確實係經歷過神嘅恩典。神的慈愛、神的憐憫，人生可以很圓滿，所以可以從心底裏面向神發出讚美。在我講怎樣才叫有福之前，我首先問一個問題，什麼叫有福呢？不是發福，好像我這樣，什麼叫有福呢？一般人理解有福都可能講是有幸福的生活、豐足、或者是生活圓滿的解釋、就是不過，如果我哋仔細啲諗嘅時候，嗱呢種有福似乎係建立緊一啲你擁有嘅事物、事情或者人嘅身上。嗱，例如即係可能你有錢啊、有樓啊、有仔女啊、有學識啊、有收入啊、有朋友啊、有健康啊，咁就入邊有福啦。咁但係咪冇嘅咧？就唔係叫有福咧？而希伯來文呢個福其實意思咧？即係佢嘅解譯法咧，係叫快樂，所以咧就有啲英文譯本咧，直接叫快樂 happy。不過咧，希伯來文呢個嘅福，呢、這個快樂就唔係咁簡單，就話因為外在嘅原因使到你快樂，即係話快樂嘅原因唔係因為外在俾咗你擁有一啲嘅嘢，所以你快樂。例如咧就 Black Friday sale， 你咧就買到平常冇減價。你不捨得買的東西，你買了之後就很開心很快樂，又或者你做到你想做的事你就很快樂，這些都是快樂，這些都是真正的快樂的。不過這個快樂就不是這裡所講希伯來文所講的快樂、那個、有福的意思，而希伯來文說的有福快樂其實多些是指到在生命裡面是很充實很圓滿，是一個內心的狀態，而這個內心的狀態是不會因為外在的環境影響到你的，不會因為有缺乏沒有你就不快樂，又或者不會因為有困難你就會放棄，這個是一個內心的狀態。所以相反，當經歷過人生那些的階段、一些困難、一些風浪的時候，其實你會變得生命變得更加充實，以至內心的狀態是仍然充滿了快樂。雖然在經歷那一刻一定是會傷心，一定是會難過，但是那個的內心那個狀態經歷完之後其實是充滿快樂，就好像在詩篇第30篇第11節那裡所說，是哀哭可以變成跳舞，然後會脫去麻衣，然後披上喜樂。在這裡想問大家，究竟你對上一次快樂是什麼時候？又或者你因什麼原因你對上一次的快樂呢？又或者想想下，原來我很久沒快樂過。希伯來文這個的有福快樂，它的字根呢是跟道路有關的，意思就是直行，不要偏左，不要偏右。在箴言第9章第6節嗰度講，你們愚蒙人要捨棄愚蒙，就得存活，並要走光明的道。走呢個字就係直行嘅意思，亦都係有福呢個字嘅字根嚟。
要有福、快樂、生命好充實、圓滿，就係要行喺一條啱嘅路上邊。咁乜嘢方法先至係行喺啱嘅路上邊咧？以至有福咧？嗱喺講呢點之前咧，我想先講就係、是，究竟喺呢條有福嘅路上邊有啲乜嘢嘅障礙係妨礙到我哋嘅咧？跟住就我哋所講嘅第二點啦，有福嘅障礙。嗱喺第一節裏邊咧，其實俾到我哋話咗俾我知，詩人話咗俾你知啦，乜嘢係有福嘅障礙咧？就係、是、惡人嘅計謀、罪人嘅道路同埋涉萬人嘅座位。嗱，惡人、罪人、涉萬人呢啲嘅敘述咧，其實係希伯來詩歌體裁啊一個好慣常用嘅手法。啊，都係嗰啲唔認識神嗰三種嘅形態，佢哋唔係唔知道有神，只不過佢哋係未跟從神啫。嗱，第一惡人咧就唔係講緊嗰啲就係好兇惡嘅人啊，周圍兇人哋嗰啲惡人啊，而係講緊咧道德思想上邊係冇自我約束，係冇自我控制。佢哋嘅諗法，佢哋嘅思考模式咧係完全係從自己嘅利益出發嘅，好少會諗到其他人。佢哋可能解釋係啊，我識走位啫。我醒目啫，人人都咁做噶啦，咁唔做咪好蝕底咯。不過我哋要諗下，人人都做嘅嘢係咪咁啲啱嘅咧？嗱，我舉個例子嘅，無論你有冇揸車都好咧，可能你都會留意到咧，所有停車場咧都有呢個標誌嘅。咁就係呢個標誌咧，就係俾有傷殘泊車證嘅人士去泊車。不過咧，我好多次嗱，嗰陣唔係我教會啊，我嗰陣時喺商場嗰啲啊。特別喺華人嘅商場啫嘛，見好多次泊車呢啲位，即係泊喺呢啲位落車嘅人咧，其實我從任何角度望佢哋咧，都唔覺得佢哋身體有啲咩需要係需要泊呢個位嘅。咁有人話啊，因為架車有呢個泊車證，我咪可以泊咯。啊，因為人人都咁做嘅。咁但係咧，我又專登走去睇下申請呢個泊車證嗰啲要求乜。原來有一句咁寫嘅，太細隻字大家睇唔到。佢話 ：People with mobility limitations are entitled to a permit, even if they do not own a vehicle, as long as the parking permit holder is either driving or being transported in the vehicle。即係話攞住呢個泊車證嘅人係一定要喺架車裏邊。咁但係我好多時見到好明顯嗰啲嘅司機。或者啲乘客係濫用緊泊車證，佢哋都用自己嘅利益出發，因為可以泊近啲啦，有位泊車啦，以至真正有需要泊呢啲位嘅朋友，可能就泊唔到啦。不從外人計謀，我哋嘅思考模式會唔會係從自己嘅利益出發，冇諗到其他人嘅需要嘅？第二就罪人啦，罪人咧就係指到嗰啲做咗唔應該做嘅嘢，或者係冇做唔應該，再講一次，做咗唔應該做嘅嘢，或者係冇做應該做嘅嘢，就係呢個就係喺生活方式遠離神。嗱，我又舉個例子啦，加拿大係講求人權自由，人權自由係需要係正確嘅。嗱，不過當人權自由去到一個位，例如喺婚姻關係上邊。在人和人的關係的生活方式上面可以自由到去到多元化的話，但聖經教導我們屬神的婚姻人和人關係的生活方式是一夫一妻，是所有在婚姻夫妻關係以外的性關係的生活方式都不是神喜歡的。但現在社會會有人認為認為呢個人中意點樣嘅婚姻關係，人中意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嘅生活方式，都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呢啲都係佢哋嘅人權，係佢哋嘅自由，係佢哋嘅選擇，亦都影響唔到其他人。當然呢個係佢哋嘅選擇，但係呢一種嘅生活方式唔係神喜悅嘅生活方式。除咗呢啲生活方式之外，可能仲有其他嘅生活方式，包括埋呢個嘅消費模式。係咪只係你有錢啊？你有錢，而啲錢又係我自己賺翻嚟，就可以中意點使就點使咧？抑或我哋要好好管理神俾我哋嘅金錢咧？一方面我哋可以享受勞碌得嚟神俾我哋嘅賞賜，但另一方面我哋要有剩嘅時候，有多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生活方式是叫人是远离神，甚至乎很可能我们不知不觉间慢慢地走在这些生活方式里面。所以诗篇教导我们不要站在罪恶道路，就是警惕我们要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最后就是涉万年的座位，在箴言记十一章的二十四节，他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涉万，他们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简单来说，涉万年的态度就是他认为自己啱晒，人家错晒。很可能是因为他有的知识，他有的技能，他觉得自己叻，自己啱，人家不得，就开始去看不起人家，去耻笑人家，因为总是觉得人家没比自己叻，所以可能会看不起人家，耻笑人家，责骂人家，嬲人家，有很多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但是骄傲是会叫人离开神。我曾经认识一位的弟兄，他初初起身的时候，其实很热心侍奉，又去参加教会的探访部啊、传福音啊，有一群契里面侍奉。但后来他的学业和他的成就慢慢越来越高，人就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骄傲，什么都看不过眼，什么都看不顺眼，人家个个都是错的，人家个个都不对，人家个都不好的。甚至慢慢他觉得再不需要信仰，所以很可惜他离开了这个有福的路。总括来说，刚才所讲的事所提到的情况都是容易叫人去远离，或者妨碍我们走在有福的路上面。不过有人也可能讲过，有些人不是走在神的路上面，但他都事业一帆风顺，又是身体健康，又很好，又赚到钱，又做善事，那他都安在晚年怎么好死，其实他都很有福。这个情况呢，就好像诗篇第七到三篇第三至七节和第十二节正正描述这个情况。诗人都好像看不过眼，见到这些恶人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平安，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又很强壮，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都不好像其他人那样遭殃，他们的眼睛呢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是过于他们心里所想的。所以 诗人就说了，我看到这些恶人，他们好像常常享安逸，财富增加，他都看不过眼。其实不过在诗篇第一篇的作者在第一第四至第六节很肯定地说，他说原来他们好像康比被风吹散一样。原来当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他们怎样将谷粒和糠坯去分开呢？他们就会选择一个有风的日子，然后就将那些谷粒和糠坯一同铲上去个空中。大风吹的时候，因为那些谷粒重就会跌在地下，而那些糠坯因为轻就会被风吹散。其实这个比喻呢，圣经常常用来呢去形容神审判那些恶人的。在以赛亚书十七章的十三节，他说列邦奔腾好像洪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躲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康，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所以第一篇之第一篇第五节诗人说，他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每个人人生去到最后都会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纵然可能在现在人觉得他很顺利，好像很有福一样，但假如他不是行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他到面对神的时候仍然都是站立不到的。这个社会就是充斥着这些远离神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态度。我们每天都会从电视社交媒体电影广告，甚至乎同人同人之间的接触相处里面呢，可能会影响到。原来我们的行为呢是受着人的思维模式去影响的。我们的行为是表达我们心里面想什么东西。例如呢我不知道有人如果有人常常呢去 check 着香港的机票多少钱，这个是行为，其实就是反映着心里面是很想回香港。
因為咧，如果係好緊急嗰啲咧，就已經即刻買機票走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常常 check 住，其實即係代表緊佢好想翻香港，所以知道啲價錢係幾多咁樣。咁我哋可以點樣去轉化我哋嘅思想，去改變我哋嘅行為咧？以至我哋可以避開有福嘅障礙，而行喺有福嘅路上邊咧。跟住落嚟，我就講第三點啦，就係有福嘅方法。嗱，詩篇第一篇嘅作者咧，其實喺第二節咧已經俾咗我哋答案嘅啦，就係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嗱，似乎中文和合本嘅翻譯咧，就將嗰個有福咧就擺喺呢一節嘅裏邊。但如果我哋睇翻新譯本譯法，佢話有福嘅人，其實負面有啲咩唔好做咧？就頭先所講嗰啲啊，呢個世界上面嗰啲嘅思維模式啊、生活方式同埋態度，我哋唔好做。但正面嘅要做啲咩咧？就係、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嗱呢度咧唔係講話喜愛耶和華，唔係講緊知道耶和華，唔係講緊認識耶和華，係講緊兩樣嘢：喜愛耶和華的律法同埋晝夜思想。嗱，首先中文和合本同埋新譯本嘅譯法咧，都譯做喜愛啦。但喜愛咧，似乎係係表達緊一個嘅感受，唔能夠完全去反映緊希伯來文呢個字嗰個意思，因為希伯來文呢個字嘅字根咧，喜愛呢個字根咧係帶有行動性嘅，即係話如果喜愛一樣嘢，跟住係有行動去表達你所喜愛嘅嘢，即係簡單嚟講，齋講話喜愛冇行動嘅話，這個唔係喜愛，即係例如咧。情侶拍拖的時候咧，唔知道會唔會問對方你愛唔愛我㗎？咁對方如果真係有問你嘅話咧，對方梗係話愛㗎啦，係咪？咁咪點會話唔愛咧？係咪？咁但係話愛咧，跟住有咩行動表示咧？嗱，如果對方揾你，你又唔接電話，你又唔回覆 text， 你又唔見佢，咁你仲係咪愛對方咧？你可能已經係飛咗對方啦，或者對方可能被分手咗，已經唔知點解。咁所以愛、喜愛係帶有行動。嗱，其次，律法對以色列人係好重要嘅，其實係一個身份嘅記號嚟嘅。呢個喜愛係啊，身份記號喺《生命記》嘅四章五至到八節嗰種講，佢話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咐嘅，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所以你們要緊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的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又聰明，那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這一切的律法呢？神拯救以色列人成為神的子民，然後才頒布這個的律法，好叫以色列人可以跟著神的方式去生活，活出一個神子民應有的生活方式和個模式，比其他國民的羨慕。好像我們今天一樣，神給了我們救了我們，又給我們有神兒女的名分，也是天國子民的身份。所以我們的思維模式，我們的生活方式，又是否符合一個神兒女或者是天國子民這個身份呢？英國皇室呢，即身份就很高貴啦。原來呢，他們平常，即原來平常一般人用 的說話呢，他們不懂得的。例如是什麼呢？有兩個字，即是合作很多字的，其中兩個字什麼不說得呢？ Tea 茶這個字不說得， Toilet 這個字又不說得的。Tea 這個字呢，是因為最初是指到勞動階層他們晚餐的時候用的字來的，所以呢，如果是皇室的話呢，就會用什麼呢？ Dinner Supper，就用這些很高貴的字。所以下次我們一陣完了之後去吃飯，不要說我們喝下午茶 tea， 我們喝下午茶 dinner， 那就會顯得你很高貴的了。
第二個字就係 toilet 呢個字咧係源自於法國嘅，咁所以咧就英國皇室又係盡量唔用呢個字其實。嗱當然啦，即係今時今日啊，對我哋嚟講，我哋好難理解嘅。咁但係皇室有佢哋自己嗰個嘅生活模式，去配合或者去符合佢哋覺得皇室嗰個身份。咁我哋今日我哋係神兒女同埋天國子民嘅身份，我哋又有冇符合呢個神兒女天國子民身份嗰個嘅生活模式咧？作者話：喜愛耶和華嘅律法，跟住就係晝夜思想。晝夜思想呢個就係嘅行動，去反映到喜愛耶和華嘅律法。嗱，正如剛才所講，希伯來文所講喜愛係帶有行動性嘅。即係話，如果愛神，其中一個行動嘅反應應該有嘅，就係喜愛耶和華嘅律法。而喜愛耶和華律法應該有嘅行動反應，就係晝夜思想。思想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諗，啊，即係個解釋就係，係咪諗緊啊？去默想啊，甚至乎去去背啊咁樣。但其實希伯來文呢一個嘅思想呢個字咧，其實有好闊嘅意思。佢除咗頭先講緊係默想啊。沉思諗緊之外咧，其實仲包括咩咧？包括悲嘆、咆哮、低語、喃喃自語同埋講啊，即係我哋好難理解講完嗰啲思想嚟嘅。其實晝夜思想嘅意思就係我時時刻同神傾偈，當聽咗或者睇咗神嘅話語之後，然後回應神，裏邊可以有感情嘅表達，可以有悲傷。可以有憤怒，正如詩篇裏面有很多詩人，他們都表達到他個人的感情、個人的情緒，被人陷害、被人出賣的時候，感到悲傷、感到憤怒，也都當被人去逼迫的時候，求神出手，但求神好像神好像不在那裡，他們向神埋怨，他們投訴神。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想就是表達著同神雙向的溝通。今天很多信徒其實跟神的溝通呢是單向性的，一是就是看聖經啦、聽道啦，然後呢就是看完聖經、聽完道，神跟我講了什麼呢就停在那裡，一是呢就祈禱求神，但是通常都是有事才祈禱的。那在這種單向溝通的情況之下，其實很容易就會令到信徒呢慢慢咧就唔想溝通，唔想傾。嗱，你諗下，你同一個人溝通，佢講嘢，你冇回應，跟住你講嘢，好似對空氣講咁嘅，咁會唔會慢慢就令到信徒係唔想再同神溝通咧？嗱，同時今日其實好多信徒對於聖經神嘅話語嘅認識咧，其實好薄弱嘅。即很多信徒咧，新舊約一共有幾多卷書咧，都可能有啲清楚，甚至乎就喺新舊約裏邊有啲咩書卷咧，都可能唔知道，可能搞亂曬，可能係，即難怪同信同神嘅溝通係單向性。一個人如果常常係不斷有神嘅話語，所以睇聖經嘅要有同神係有雙向嘅溝通，睇咗或者係聽咗神嘅道之後，然後諗下。跟住同神講啲乜嘢嘅感受，有啲乜嘢嘅回應，有啲乜嘢唔明，有啲乜嘢學到，最後跟住同神講，你跟住你會點做？嗱，我相信如果咁樣做法，我哋嘅思維模式或者我哋嘅行為就會慢慢會被神嘅話語慢慢去改變。我認識一位弟兄，佢未信主之前咧，食咗煙30多年，信咗主之後咧。仍然咧都食緊煙，都戒唔到。但係知道信，即係佢知道信咗主之後咧，就食煙係唔好嘅。其實佢曾經咧試過唔同嘅方法啦，啲戒煙貼去戒，但係又唔成功。最後佢睇咗羅馬書8:17，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嘅事上已經得勝有餘。跟住佢回應主，佢話靠主一定得嘅。之後佢就好喺一個好短時間裏邊，佢就戒咗煙，唔再食。詩人形容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想嘅人，就好似一棵樹栽喺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一個常常思想神話的人，神話語的人，他的生命是穩固，和生命是有生命力的。無論人生遇到不同的難處，他的生命仍然很堅固，好像一棵太大樹一樣，又好像我們昨晚大風 大雨一樣在那裡吹，我記得停了電。但是如果一棵樹是堅固堅強的時候，有生命力的時候，不會那麼容易被大風去吹倒。而一個勝利圓滿的人生，不是因為你擁有很多東西，不是因為你有資產、你有學歷、有事業、有其他東西，而是一個與神相交的生命，每日不停地樣、不斷地樣與神聯繫，被神的話語不斷地改變。最後我都再分享一位弟兄他的見證，他分享他在香港高等法院裏面的所遇到的事情。他說高等法院的法官多謝他，可能你會想呢，即是法官多謝他，他當然是律師啦，又或者他是陪審團啦、陪審員啦，所以法官多謝他。但其實這位弟兄過往有三十幾次刑事記錄，也曾經嘗試，也不是嘗試，也曾經試過是誤殺坐監。但這位弟兄他說以前都不會想過法官會多謝他，只會他多謝法官，因為多謝法官判得更輕。但感謝天父上帝，他靠著神的話語，他的人生重新被編寫過。而事實上，當他選擇行在耶和華的路上的時候，他的人生再不一樣。現在他是一個勝利的人生。你又願不願意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昼夜思想，行在這條有福的路上面？